思啊。这个就是你们拿回去，如果你们觉得不喜欢、不合适、觉得不好，都是7天之内可以，就是拿回来的。啊，对，可以给我们退回来，给我们让他退回来就行哈。你放进去买。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有任何的品质问题，拿回去如果不买了我的核桃确实不错，衣服更不错，我觉得我还没穿过这么。没有这种说过。来，倒计10秒钟我们就过品了，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咱们在屏幕下方的是个小黄车，点击要链接去抢购啊！黑色和白色都是有的。咱们的尺码的话是80斤，穿到210斤。点击立即购买，输入好地址之后，咱们下方有这个知识支付，更多支付方式有微微支付，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啊！各姐们，我们最后几秒钟啊，抓紧去拍。今天只有在强哥的直播间39.9块，来这样吧，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啊，我知道安雪猫的直播间多是一些宝妈们。这个洗衣液是少不了，来给大家来个福利，好不好？包了那么久，对，必须要给大家加个福利，行不行？对，感谢一下大家，拿出点品牌方的诚意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浪莎的一个承办方哈，拿出我们的一点点的心意，微薄的一些心意来回馈一下家人们的支持，这个是地乡情城的，你看一下。能打到这个4个什么什么中国品牌的这样的洗衣液，它不会是差到哪里的哈，而且是酵素型的，在外边买这一袋的话要7-8块钱，两袋的话都10多块钱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今天9.9块，两袋不够，来直接在这儿。这是就是一袋1斤3斤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们正常很多的主播跟我们合作的一个机制，但是今天的话，强哥，那我们家人包，我们家人给你必须。特殊对待，特殊对待一下，来，再加1斤。好，不够，拿不住了，拿不住了，太重了。我们再加1斤，5斤到手9.9块到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加上500单，来，3、2、1，你好，链接刷新去拍，赶紧去抢，赶紧抢哈。这样的洗衣液5包，每包1斤是5斤，9.9块包邮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裤子没有了，看过小哥哥能不能踢单，我们给他再踢一点，好不好？能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，必须给大家争取到。来，把我们的裤子，我把我们的裤子拿过来，我快速给大家再过一下裤子，因为新进到直播间的姐姐们还有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刚刚拍了上衣的，还拍了裤子的，来，工作小姐姐，来，我把这个，你们两个拿着吧，让福利哈，我快速给他们过一下裤子。好，裤子的话是速干面料，而且是一个升级版，来看一下升级在哪里，下家哪儿买单上去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3、2、1，你好，链接刷新去拍。来，这样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，好多姐姐们穿白色的裤子还怕脏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来，今天的话把这个裤子升级了，这是可乐含糖很高的，是不是？弄到一个白色的衣服上不好洗，来今天给它倒下来，看一下我们裤子品质。今天发的给强哥直播间发的是加强版的，是升级版的，我们没有要89.9块这种，怎么样？直接49.9块给大家上车，在1号链接男女同款，你们自己去捡捡漏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。咱们福利产品放在2号链接，那我们去抢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强哥，我们继续往下边走吧，好吧？好多家人们还期待是阿全莫脚上穿的这个小白鞋子。小白鞋是吧？好好看。这朋友们，这你都被你们看到了。从头到脚都看到了。要完裤子上衣，上衣完就要鞋子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刚好一身，很好看。来，我们你给阿楚猫单独放一个音乐，让他走出来看一下我们鞋子的柔韧度，好不好？阿楚猫，好，来，音乐响起。不要离开直播间，看一下阿楚猫展示。说冰冰为什么那么着急？其实怎么样？直播间10000多个家人们哈，我们众口难调，很多的时候我要就作为我们承办方，我们希望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都有好的这个体验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过品会快一点哈，姐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只管扣在公屏上，包括阿强，包括阿曲墨，看到我们都会给你们去解答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要这个鞋子要不要？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鞋子，好吧？这个鞋子的话是一个我们夏季的一个透气网孔的鞋子，一个升级版，我们4月底。刚刚上新的，鞋底的话是一体注胶成型的，鞋面是一个加强版的一个防滑底面。
验。我们里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海玻璃，软的同时还做到一个透气，没有异味的哈。另外一点的话，鞋的是外增高是3到4公分。阿曲墨，你穿软不软？你给他们说一下，穿软不软？然后像底那个底子很厚很软，很厚很软是不是？但是也穿上去也很稳，是不是？对。来直播间的姐姐们，这是一个女款啊，不是男款。你们喜欢的，你们喜欢想要的话，能把要子都先，你问他们要不要？有没有想要这双鞋的？想要的打个要字，这个鞋子真的很舒服哎。要不？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衣服鞋子，你问问他们要不要。要的全民都要，朋友们，是这样的，阿曲墨给大家推荐的不会错。阿强也看过这个品质，也阿曲墨，你再看看，昨天我们都是左看右看，看了全是网赚的啊，这个全是网赚的。阿强也是做鞋子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说鞋子我很专业的。啊，强哥对这个鞋子是专业的，不能在这儿，比我都专业。他来的时候先看一下这个鞋子的质感，然后软硬程度，还有他这个做工细节，他就知道这个鞋子成本大概是在多少了。是不是？对，强哥昨天是说了，你这个鞋子成本在80-90块钱，80-90块钱，我们门店里边是卖159的，正常呀，有门店工资，还有利润，还有这些费用，什么卖159也很正常。这个面料，这个面料，这个鞋头，这些包边是特别精美的，做工很精细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来都要是吧？要的话，你跟他说要的话，把要字扣起来，直播间。你们想要这双鞋子的，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看到没有？真的。是的，姐姐们，想要的来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我们实时统计一下。挺好看的，而且很舒服，没有很重，那个。会不会抽奖？绝对不会，这个肯定是不会抽奖的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网赚，这个是。好多人打样了。来这样。网赚的。强哥你也这么懂啊？你也知道我们成本是在80多块钱。今天这样吧，我们这个鞋子就是按80块钱给大家上吧，79.9，好不好？79.9这样上，我也不说我们店卖159的，直接79.9给大家上车，好不好，站长？好，79.9这个力度不行，这个肯定不行的，这个肯定不行的。你能不能拿出品牌方的一点诚意来，冰冰姐，对吧？我们大老远的，我跟阿曲墨来到这里，品牌方来到这里工厂，是不是？那我们79.9，其他主播79.9还是59.9，我们不管的。这些东西对不对？69.9，这些我们不管，是吧？今天我们来了，我们就要力度给我们搞到位，是不是？强哥，你说。多少钱？又搬上房保健出来了。对，我今天是翁董事长是给到我的这个权利，好不好？他说我说了算。来，家人们不要带9.9，9.9的鞋子。对，朋友们，你们也不要带什么9.98.8的这种节奏，不要带这种节奏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确实9.9也做不来这个地方。来，咱们一口价59.9一双包邮。成本都顾不住，这个两位成本顾不住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做福利，就是做品宣，是不是？直接59.9，先上个500单。五百单我肯定是给不了。直接给500单，我多的也不要，好不好？大家也拼手速去抢。200单，我知道你们家人，咱们家人。那咱不说了，冰冰姐直接300单，就你也别说了，我也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300单，冰冰姐直接上300单。行，那300单吧。对，来直播间姐姐们，果断一点。想穿好一点鞋子的话，今天锁定它。同样，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，如果说买回去给你100多的品质比不过的话，直接给我退，穿了都能退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就因为我们卖的便宜了，就质疑这个品质的问题。来，300单，来，3、2、1，要链接，刷新一下。来，各位姐姐们，我们在屏幕这个下方啊，点击小黄车要链接刷新一下啊，点击去抢购。点进去抢购之后的话，咱们这个尺码35到40码正码正拍啊，立即购买，输入好地址之后，咱们下方有一个支持支付，还有更多这种方式，是个微微支付，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鞋子的话，来欣欣到直播间的，你们两个现在在吃鸡吗？没有了，不是。刚刚阿曲冰冰姐，刚刚阿曲说她也想穿一双这个鞋子回去，穿一双是不是？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阿曲穿多大了？阿曲穿多大了？37的。你说说，你是真心说？200单没有了。咱不能因为卖货而说是忽悠大家，因为都是过来支持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啊，都很信任我们。您直接就真实的说，你穿上这个鞋子软不软？软是不是？重，然后很舒服。对，前面挤不挤脚，拿不拿脚？因为你我给你找的是正码正宽的，因为这边的哥哥姐姐们，我鞋子是正码正宽的，35码到40码。您平时穿多少码就拍多大码，鞋子很正的哈，鞋子很正的。你穿上之后前面这有没有隔脚趾头或者挤脚趾头的这种情况？没有。因为哥哥姐姐们，姐姐们，你们要是有脚宽的，您放心去入，我们这个鞋子鞋头这边是给您加宽的，脚胖一点穿上也是可以的，而且鞋子都是很软的，不会去拿脚的哈。您放心去宽。对，没有。多少单没了？300单。300单瞬间没了。是的。
我天哪，那过吧，那下一个，过吧，来过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给我们上再上个福利。还有人说没抢到，没有啊，断码了。姐姐要拼手速了，没抢到，都没抢到，三百单是没抢到。咱们直播间将近两万人了，这三百单肯定不够抢，但是真的拼手速的，我们正常直播价就是89.9，今天的话是破了一二，破了30块钱。那鞋子成本就不行。是不是有多少人没抢到的朋友们？你看，全给他们抢了，全给他们抢。我刚刚说了吧，直接500单，你非要干个300单，对不对？这么大个集团公司搞得那么小气，我的天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刚刚说了，直接500单，你要干个300单。来，凑够500单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三。哥姐们，大家拼拼手速啊！你看你们都没有拍到，强哥都着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下方的这个小黄车，点击要链接去抢购35到40码，咱们正码正拍，立即购买。说好地址之后，咱们在下方的这个支付支付更多支付方式，有微微支付提交订单就可以了。这次一定要抓那个抓紧手速啊！你看强哥都给咱急眼了都，赶紧拍，谁拍不着啊？强哥都。刚刚有个姐姐说什么，她说比某东卖的还便宜。是这样的，我对我们这个鞋子，刚才阿群说，姐姐你可以跟阿强偷偷的说，走的时候能不能带一双，太能带一双了，你穿的，我记得你是穿38码的，对不对？对，38码的。不用买，不用买。今天的话，这个鞋子，你今年的这个小白鞋，夏季的小白鞋，冰冰姐给你们承包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穿多少双，咱们发多少双，好不好？今天凡是阿喜莫喜欢的东西，今天都包给冰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鞋子哈，这是透气网孔的，而且这两侧也加了一个透气网孔。是的。鞋底的话是一体注胶成型的，不断底儿不断面，鞋底是一个加强的一个防滑的一个鞋底。我们里边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海波利的鞋垫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买鞋子100多的、100-200的品质，他会给你做海波利鞋垫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这个鞋子，我们在门店是159，今天直接减了100块钱，59.9给大家上的。来一号链接，赶紧去拍，赶紧去抢。是的，是的，透气性很好。咱们这个后跟高的话，大概是4公分左右啊。对，特别漂亮，这个鞋子特别好看。是的，很稳。刚刚有一个哥哥应该说，这鞋子是正宗的吧？这鞋子还正宗。这鞋子还正经不正经呢？首先大家也知道，我是在广州做鞋子的，对吧？嗯、我对鞋子是非常了解，非常专业的。是的。是吧？材质什么材质什么做工，我是很了解、很专业的。是的，是外增高哈、啊，外增高是4公分，穿上之后很稳的，鞋底还很软。这样吧，这个鞋子的话，我看库存还有17单，是不是？鞋子重不重？这个鞋子，强哥，你跟他说，也不算重，也不算轻，是不是？正常吧。一个是一双好鞋子，比较好穿，真的比较就是拿起来比较有质感的那种，比较有质感，穿在身上也比较瘦脚。是的，是的，来这样吧，倒计10秒钟我们就过品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只有个7-8单的这个库存了，你们去捡捡漏哈。来，10, 9, 8, 7, 6, 5, 4。来，最后的时候来给哥姐们再说一下啊，最后一次了啊，咱们在最下方的这个小黄车点击一号链接，点击去抢购35到40码，咱们都是正码正拍的啊，立即购买，输入好咱们的地址之后往下去滑，有一个知识支付，打开更多支付方式，咱们微微支付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啊。最后5秒钟了，咱们拼命手速，5, 4, 3, 2, 1。好，过了过了。鞋跟是3到4公分啊，是啊，强哥，直播间咱们15000个家人们再给大家来一个福利，好不好？那个纸巾家家都少不了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往下边拉都有微微支付了，你往下边拉有一个更多支付方式就有微微支付了。是的，这个纸巾的话，我们正常在外面买，强哥你买这包纸袋多少钱？你实话实说。因为我经常在服务区和一些小店、便利店买的话，至少是6-7块钱。嗯，那没有那么贵，你这边对那服务区的贵。对。咱们在外边买的话，这包纸袋3块钱是要有的，是不是？对，3块钱是有的。是不是姐姐们？因为我车上用纸非常服务区那边比较多。服务区那边卖的都贵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正常门店门就是3块钱。来这样，强哥，你看很多直播间是不是都给你发这种小的，咱给他对比一下。来，强哥，咱站在这儿给他对比一下。直接一个顶俩、对，是的，一个顶俩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咱那边小的咱不要，今天强哥给他发大的。这给你两包够不够？3包够不够？肯定不够啊！9.9，你就这3包带10块钱了吧？是不是？是的。今天9.93包。不行，你这跟外面有啥区别？对吧？强哥，来，我再给你加3包，够了不？肯定不够，这肯定还达不到预期。你看看我这里边还是不是还有2包？那行。不行。8包，你都快够不完了。加完。
八包够了吧？八包够了。来，九块九到家，好不好？满意了。九块九，我包都包不完，好。来，九块九，八包啊。加大加宽的。304张，86抽的啊，来，三二一，要领金，抓紧去卖。九块九啊，全部包九啊。这家家必备的纸巾，我包都包不下。对，多囤点多备点没有关系的。来，九块九八包。是的，阿曲墨再给大家换个衣服，是的，再给大家换个衣服，稍等大家，稍等个两分钟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给点音乐，让阿曲墨走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哇哇哇！这是哪个人啊？换了一个人而已啊！我突然不认识了，我突然觉得太漂亮了。阿曲墨，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头发这样散下来，强哥根本不认识你了。哇哇哇！直接的变了。哇！他还是阿曲墨吗，朋友们？他还是阿曲墨吗？是。强哥还是吗？我激动了，激动了，紧张了，我激动了，真的。他不是阿曲墨，他是曲墨。曲墨啊！他是墨阿曲。墨阿曲。哎，今天好不好看？是不是？不是。最终还是。到底是还是不是？是的吧？前面走是吗？好不好看？太漂亮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今天这是换了一个强哥，眼睛都亮了。我心有点跳的太厉害了。来，我看一下，跟我们又感受一下，我们都出汗了，太漂亮了。裤子确实好看，哎，裤子好看，你们要不要？要不要，姐姐们？要。裤子好看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的，全民打要，朋友们。裤子好看，我要。阿曲墨穿上好看，我相信直播间的姐姐们，姐姐你们也穿上好看，要是不是？要，你们要素最多，我跟你说，阿强一会儿该起劲了，强哥该起劲了，强哥该使劲砍了，拿着他那个尚方宝剑，咔咔咔咔。待会儿我跟你说啊，强哥，这个裤子是好裤子，咱悠着点，好吧？咱悠着点。这个裤子的话是，这个裤子来直播间姐姐，我花十分钟给你，十秒钟哈、啊，给你看一下我这个裤子。首先的话是一个松紧腰头的，是加宽4公分的这个松紧腰，穿上之后收腹收腰的啊，收腹收腰，前后都是松紧腰。另外一点的话是前面是有口袋的，看到吗？是有口袋的。阿曲墨，你给他插一下兜，让我们看看，是有口袋的。这更飒了，是不是？插上兜，是不是？还是飘哥不停砸针呢，冰冰姐。稳住点，稳住点，长哥，淡定。朋友们，我有点不淡定了。来看一下后面，给咱们看看后面。后面的话也很好看啊，是一个高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哈，高腰设计。来这样，面料的话是一个西装面料加一个紧纹面料，弹性很大。弹性很大，是那个9分微喇裤。你看阿曲墨穿上之后，是到了我们的脚踝这边哈，不是很长的那种，但是就是很好看。因为什么？这是春夏穿的，特别漂亮，是不是？特别漂亮，特别漂亮。我让他再给你走一圈，好不好？好。别难为他了，冰冰姐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别难为他了。漂亮，我让你再看个够，好不好？你看一直在吗？太漂亮了，太漂亮，不行了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每个人都不敢直视。来这样。他们，我相信姐姐们也喜欢这个裤子，而且穿上好看，姐姐们也都喜欢。这裤子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朗朗夫妇，朗朗的老婆吉娜给我们代言的，是我们春季的一个新款，春夏季的一个新款，门店是189的。这样吧，强哥，你问问多少姐姐要，我上头了，换好衣服。我直播间80%都是女性。啊、嗯。朋友们，你们啊、朋友们，这样子的裤子，阿曲墨这样穿上的这样子的形状，你们觉得喜欢吗？喜欢的打个喜欢，要的打个要。曲墨，想要吗？要打个签名照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身真的很好看，很漂亮啊。很漂亮。大家喜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喜欢。衣服有吗？就现在就是他腿上穿的裤子，我们正在给他马上上车呢。全品都是要。都是要。全品都是要。是啊。都是要。那。直接给咱家人们满足他们的愿望，行吗？冰冰姐，这个肯定是品牌方的实现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来，赶紧把他尚方宝剑给我收起来，他一会儿来砍价吧。扔了。啊，来这样，我们不是门店189吗？来，曲墨，您看一下，这个我这样吧，直接减100块钱，89给大家上车，给不给力？给力。给力。89给大家上车，给不给力？给是给力，但是还不够给力。你怎么知道？对，还是你们俩不够给力。你们俩这个我先拿着，阿曲墨你先拿着，对吧？这个证书你先拿着，这个证书可以先放。这个证书我必须拿着。89，来姐们，你要带那个带不要带那个什么29.9，因为这个面料我这样跟你讲，这一个是紧纶面料，大家都是我们做的是3/6的紧纶，这种弹性是很好的，是微压微弹的。
微压微弹的，所以面料都很贵的哈。好裤子，很有质感。强哥，曲墨，你掂着这裤子是不是沉甸甸的感觉？对，是不是很有质感？这个好肯定是好，对吧？这个裤子肯定是质量这些没问题，也是比较好，但是不够给力，直接的，直接的啊。我再给你少10块钱，79.9，这个是极限。不行，再少20，再少20，行不行？79.79，59。59做不了，59做不了，做不了是吧？那就再减10块，做不了。强哥，你在说谁？不要不要，你59了，做不了，直接49.9。你是不是看满屏都带49.9？你太蠢了，这样。满足我一下朋友们的愿望，行吧？直接49.9，他说59都做不了。我也是可以的，全屏打49.9。把49.9扣在公屏上。对，全屏打49.9。哎呀，不要带这个节奏！我这个是几轮面料，我一米的面料的成本都在将近30块钱，我要用到1.5米到将近1.8米的这个面料，包括这种裁剪下来，还有这个腰头的这个做工，成本都在50-60块钱了。冰冰姐，咱们是大老远的来干啥的？对不对？这个来要好品质的，来要好价格，来要福利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！你看，对不对？多的也不要，好不好？太充分了。那你要多少单？多的也不要，直接300单，行不行，朋友们？行。来49.9，300单是不是？300单我就过了，不加单。好好好好。来，行吧，是不是？来，加上49.9，来3、2、1，让链接刷新去看。来，哥姐们啊，当我们强哥的这个粉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！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，点击刷新一下啊，刷新一下，咱们在这个要链接，小哥哥再刷新一下，好，让你整一下，啊，可以了吗？好，那冰冰是个好主持人，谢谢姐们你们的夸奖哈，谢谢你们，来快速一下。